乌鸦是鸟类里面最聪明的，哦，最聪明。啊，它飞行高度可以高达6000米。6000米。哎，对。哇，乌鸦会不会讲话？会啊，乌鸦真讲，它会讲话，毛怪就它的名字就叫旺旺啊。 旺旺，乌鸦会讲话，旺旺，它的名字叫旺旺。哦，嗯，哇，哦，哎呦，天哪，天哪，哎，好吃，哇，好吃，好多人哦。什么是什么？完全，这是狐狸狗吧？这是狐狸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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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狐狸精
虫，假货倒修补吧。哦哦啊，对，然后就整群会到那个商家的屋顶上面去集合，然后开始叫要吃腐肉。哦哟，啊，所以他是被历史污名化。哦，好可怜哦。他其实没那个意思，只是他的属性。对对啊，所以就这样看看有没有得吃，就这样流传下来，做好乌鸦不吉利。哦，他其实乌鸦在日本是国鸟。对啊，很多地方都在台湾这边的文化变成说它不吉利。哎，可是它很漂亮。现场看才知道乌鸦啊，乌鸦哦，比一只鸡来讲差不多多大小。对，而且好黑啊，它这个消光黑耶，很黑啊，黑的很漂亮。乌鸦是鸟类里面最聪明的，最聪明啊，它飞行高度可以高达6000米。6000米？哎，对，哇，乌鸦会不会讲话？会啊，乌鸦真讲，它会讲，它会讲话，毛怪就啊啊，它的名字就叫旺旺啊，旺旺，乌鸦会讲话，要看旺，看它心情啊，旺旺，旺旺啊，旺旺，旺旺，哎呦，旺旺，哦，旺旺，它的名字叫旺旺，哦，哎，这一只是自己飞来的，这一只啊，嘿，对，没有，这一只是。我朋友在山里面，他刚学飞的时候就撞到他家的玻璃。哎呦，玻璃擦太干净，撞到对，玻璃擦太干净。怎么那么可爱的原因？他知道我喜欢养宠物，就问我说要不要养，我说好啊。啊，你就把它带回来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你看缘分啊，真的，他就是想来这边。而且毛色真的很美。旁边这一次就看得出，哎，他在吃那个，他饿成这样了。他什么东西给他三千融汇？哎，你好，宪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啊，这一次是什么？又是白字碗。浣熊，浣熊，浣熊啊，是浣熊，它就是浣熊，可以，可以摸，哎，浣熊，哎，它叫布丁，布丁熊，我摸过你，而且它是白纸画了，哦，它有它最爱吃的白白三核桃，你可以拆来喂它。但是我知道浣熊其实是很凶的呢，对对对，对，好凶猛，哦，啊，你们可以这样跟它玩，教育。教育，你们不会训练它吗？用爱心去爱它，我们就是从小陪它睡。陪他睡，对对对，他不会那个攻击你们，不会咬你吗？从小不会。我看你呢，不会不会，要不然你要手都剥了。对，我确定他不会咬你。他会护食吗？哦，我不会啦，不会啦。那你们是告哈？不会啦，他不会咬人。他没咬过人，这一只很乖。哎，真的，他的手好软哦。那个小，你这核桃都没拍下来。哎，他的手好软哦。啊，你还为他们这些开了一个宠物餐厅啊？对啊，哎，这很好啊，这很好哦，大家都可以来。还有新朋友特别，你看我的眼睛这样，好好玩哦。都在你这个店里可以看得到，就对，可以的，大家也可以看看。哎，两只，这是什么？介绍臭鼬吗？变种松鼠，白面鼯鼠。白内鼠，鼠鼠鼠鼠鼠，台湾特有种的白面，会飞的那种，对，就是那个台湾原住民的那个鼠，是飞鼠吗？对，它会飞鼠，对啊，飞鼠，那它可以飞给我们看吗？比如说你叫它过来，它就啊，这样。我在网络上有看过，哎，现在可能不行，因为环境高度不够，没有，因为它要够高，因为它是用滑翔的。哦。
它只是它这个底下变成一个类似滑翔翼这样，把它飞行膜拉出来，因为它有这个飞膜。你看，哎，对，可以这样拉开了，哇！哦，乖，飞膜是这样啊。所以你们是台湾人文动物关怀协会，对，我们就是没事集合一些宠物爱好者，然后把宠物带进校园。教育那些教育学生小朋友看啊，要爱护小动物的，对，要跟他们介绍说动物你要怎么照顾啊，对，啊，你要有责任啊，好，遗弃动物的文化应该从小就要教育，没错。又加码涂泼水，可以摸吗？可以。那他会站起来了，哦，哎，对，就是那网络上面的那个。好可爱啊！你可以转到正面，我们看一下吗？观众可以看一下，对，好，好可爱啊！把它转正面，对，啊，最喜欢看土拨鼠那吃东西，对，疗愈。